丽荣航空宣布，为了要纾解清明节三天连续假期的返乡人潮，要增开航班，20号上午9点开放电话跟网络定位。丽荣的清明加班季共增开了70个班次，增加将近6200个座位，包括了台北到台东、台北到台中往返金门的航线，以及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往高雄往返马公的航线。